鬼真的这么可怕吗？嗨，做鬼真无聊，每天吃一样东西，做一样东西。一个关于五只鬼的故事。Gilbert, see this wall? I want you to walk through it. 不可以了。其实有很多人呢都可以看到鬼的。其实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觉得好奇，不是想打架。帮人捡垃圾，这世上哪来像你这样的鬼？五只被人欺负的鬼。Stupid ghost, how many times I told you already? Don't talk the ghost away. 这鬼真辛苦啊。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的。我们是鬼，为什么怕人？你给我住！拉倒！我们的家，人要搬进来，我们应该把他吓走吗？放开他！哇！暴富，这就是你们的新形象。也许你们现在不太习惯，但是很快的，你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。想看一部真的鬼戏吗？就千万别错过今年最搞笑的新加坡喜剧。